郭采潔再拍超级大戏，100套定制服量身打造。郭采潔和佟丽娅做土佐，在剧中是双女主角。图经纪公司200001803.28。总投资3.5亿人民币的电视剧《远大前程》，堪称20年代剧的超级大戏，由郭采潔、佟丽娅、袁弘、陈思诚领衔主演。该剧27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。讲述以20世纪魔都上海为背景，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。这也是郭采潔距离前一部《向前走，向爱走》之后，相隔4年之久的电视剧。剧中以郭采潔、佟丽娅双女主角为首的女性力量自成一派，采潔饰演于梦竹，是上海滩首富之女，出身名门，自幼接受先进思想的熏陶，留洋归来成为学生领袖，除了白富美之外，并带领热血青年抵抗外敌。远大前程主要演员出席发布会，图经纪公司20001803.28。在《远大前程》中，由于郭采潔演出上海首富之女，在服装造型上也大费周章，剧组聘请造型总监黄薇为她量身打造，在定妆现场准备超过100套的定制服，让采潔感受到剧组的诚意及制作上的用心。采潔自己也偷偷以20年代巨星 Louise Brooks 的经典发型为范本，打造出20年代的摩登。Louise Brooks 是当时作风较前卫的女性，也是少数短发的代表人物。本剧将于1/4在大陆电视播出，台湾观众也可以透过网络平台收看。